今次呢我試用的是 Balfour 美肌雲系列裡面的一個護膚水，它主要呢都是保濕用的，我已經用了4至5日，而每一次呢都是早晚啦洗完面之後用沖涼再加這個，我覺得呢個效果都挺好，因為呢平時我就是混合性皮膚的，面這些呢就比較乾啦，而 T 鬆位呢就很油，每一日呢上班呢如果到我想下午到啦，那個 T 鬆就已經油淋淋的啦，這幾天呢我都發覺那個出油情況是改善了的，沒有之前那麼多，我覺得這個我會繼續用咯，還有都值得一試，唯一不好處呢就是我覺得它那個香料味呢就比較很濃啊，我自己就不是那麼喜歡那股味咯，如果那個味可以淡一點點就最 perfect 了。